哎，动物园也太下饭了吧！啊？就是观赏，开心。嗯？哇，你这手机好清晰啊，比我的手机就是好多了。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手机的广告植入。它的马脸什么？本节目由。OK 的，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奥运纪念版手机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个马看起来好委屈啊，你说？嗯，很像弟弟。我那两个贴贴。看见了吗？不要贴贴，不要贴贴，贴贴不好，还是密接。犀牛，犀牛，可不可以把你的脸让我瞧瞧？我不想看屁股，犀牛。碰到了。哎呀呀呀呀！什么东西呢？它的嘴好尖。它好漂亮。你仿佛是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请问你看后面啊，别开窗，它要吐我口水的。它吐的着。有点臭，有点臭，我明天可以，可以，就是这个大鼻孔，我看看你的鼻孔里有没有鼻屎，掏掏，看看你的鼻孔里有没有小零食。你有点臭，你，我这个是新衣服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新衣服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快看鹿王，我们，哇，他们要拉屎了，所以要刨个坑把屎埋起来，你信吗？你先问问你自己行不行？那只羚羊，它那个脚一只。你要不要把话组织起来？这不是虎吗？狮子，大脸吧？那骨头，那人跟那个山谷裂了。你好像个冷枪，我山谷裂了。期待让人远远真的很容易被带跑。哎，哇，你好壮啊！哎呦，哇，都是好像我叫人，不攻击我吧，来了，哇，快走快走，一会儿走不了了，我跟你讲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他们都会围上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那个不接受合照，现在工作时间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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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车上有艺人，车上有艺人，车上有艺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下次有机会，下次有机会。哎，这个脚好看，你看这个脚，它是有设计的，这个脚，它是有一种设计感，螺旋，那个巴洛克风格，中世纪那个就那种，你好呀。你把你那个眼刺子给我擦一下呗，行不行？你真的很臭，我跟你讲。你不要当孩子面说这么臭，你可以夸他。哎，你的，你身上的味道好特别哦。它应该是公的吧？哎，你还蛮有男人味的，对。哇，好可爱呀！够了，我们往前吧。生下小老虎，对，那小老虎虎虎生威威，对，
太给力了。再说一个，老五最不喜欢最害怕去的地方是哪里？快点了，继续。平阳。太给力了。哇，